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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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晚的节目之前呢，请大家慷慨大方按分享到你们的个人脸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希望说我们大家的分享呢，可以协助到更多的人，在他们这一生里面呢，有机缘听闻到正法。所以我们的分享呢，可以协助到更多的人有机缘听闻到佛法。如果我们没有分享的话呢，那么很多人呢，都没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借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把这个 Monday 的今晚这个佛法分享呢分享出去，希望说我们的分享呢可以分享到世界各个角落。如果我们有其他的亲戚朋友住在其他的国家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把 Monday 的今晚这个佛法分享呢分享到他们的脸书主页，也希望说他们住在其他的国家呢也是有机缘听闻到佛法。虽然说有时候我们的分享呢不能让更多的人呢在看到这个直播，但是呢，他们也可以看到重播，所以重播呢，如果他们有机缘看到的话呢，也可以让他们对佛法有了解。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分享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我们的分享呢，也可以让世间上的，在这个社会上哦，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不会被流失掉。
所以呢，佛教徒人口人会不会被流失掉呢？就是看我们现在身为一个佛教徒呢，有没有把这个佛法分享出去。我们都知道这个佛法呢，可以让我们了解佛教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呢，三宝是什么东西。所以呢，当我们对佛教、对三宝有了解的话呢，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的信心就被褪色掉。所以，我们信心被褪色掉的时候呢，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就被流失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分享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当时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他自己也是有一直在分享他所领悟的那些法。所以，就是佛陀本身有把法有分享出来，他所领悟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会使到更多的人呢对佛法有了解，而且呢，当一个人对佛法有了解的时候，他们也协助佛陀呢一直在分享，一直在分享，所以呢，佛法呢就是一直以来呢2000多年了，一直有人在分享，所以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时候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的分享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分享呢是一件善事，我们在做。所以这种的善事我们做了以后呢，我们就又给我们的自己的善业加分。所以这种的善事我们时常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得到人天欢喜与赞叹。在今晚的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满爹热烈欢迎你们大家继续回来参与直播佛法分享。满爹也非常感恩你们继续的发出你们的慈悲心，鼎力支持满爹的直播佛法分享。因为呢，有了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以呢，曼爹自己本身呢，在这个时候，在自己的舒服的地方呢，也可以做弘法利生的工作，提升自己的善业。而你们自己呢，也是因为你们自己有鼎力支持，所以呢，你们自己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有机缘听闻到曼爹在分享佛法，也给你们自己呢，在你们的舒服的地方，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面呢，也提升你们的善业。所以，愿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累积到的功德呢，使你们今年行大运，永获健康吉祥，以及常住以安乐中。好，现在呢，我们大家要以一颗虔诚的心，我们一起来诵念巴利经文，关于礼敬三宝、三皈依、五戒，向三宝祈求宽恕。好，我们大家现在以一颗虔诚的心，我们一起来诵念。阿拉汉萨玛萨婆多巴伽瓦波当巴伽万当阿毗瓦帝咪，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远离尘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上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娑迦多巴伽瓦达达摩达曼那玛萨弥，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迪巴努巴嘎瓦多萨瓦嘎萨科萨堪那玛咪，僧伽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声众，我今起手礼僧伽，礼敬一拜。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波檀萨埵难噶伽咪，达曼萨埵难噶伽咪，僧堪萨埵难噶伽咪，罗帝央毗波檀萨埵难噶伽咪，罗帝央毗达曼萨埵难噶伽咪。罗帝央毗僧堪萨埵难噶伽咪，达帝央毗波檀萨埵难噶伽咪，达帝央毗达曼萨埵难噶伽咪，达帝央毗僧堪萨埵难噶伽咪，巴那帝巴达维拉玛尼悉卡巴檀萨玛帝亚咪。阿帝那达那维拉玛尼悉卡巴檀萨玛帝亚咪，伽弥苏弥查扎拉维拉玛尼悉卡巴檀萨玛帝亚咪，摩萨瓦达维拉玛尼悉卡巴檀萨玛帝亚咪，
Surami raja maja pamadatana viramani sikapadan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apadani samadhiyami Siddhena sugatin yanti, Siddhena bhogasampada, Siddhena dibhutin yanti, Tasma silam visodaye. 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故应持净戒。萨度萨度萨度。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向三宝祈求宽恕。伽耶那瓦扎耶吉德那巴玛德那玛雅嘎当阿扎耶伽玛咪班德波利班雅塔塔嘎达。对于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每愿加倍令战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吉德那巴玛德那玛雅嘎当阿扎耶伽玛咪达玛三地地嘎哈嘎地嘎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法前皆忏悔每愿加倍令战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吉德那巴玛德那玛雅嘎当阿扎耶伽玛咪桑伽苏巴迪巴那哈努达拉对于生前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每愿加倍令战消除礼敬一拜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诵念三宝功德随念经和开国十方三宝复位经那我们一起来诵念伊地比娑婆伽瓦阿罗汉萨玛萨婆多比迦迦那那三般那苏伽多罗伽比多Anno taro parisata masarati Sata deva manosanang Buddha bhagavati 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明行记住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不当也为当亚瓦迪巴南萨拉南耶查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佛之道体证涅槃那地弥沙拉南含阳不得弥沙拉南瓦然耶地那沙迦瓦杰那何得弥扎亚曼伽兰与我并无其他归依处佛陀是我至上的归依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应我得到幸福与安乐Swa kato bhagavata dhamma sandhitiko akaliko ehipasiko opanayiko pachata medita bovinyohiti 世尊所善说的法性情可见无过失的请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正知的Dhamman yivetang yavadipanang saranang gacchami 我誓愿生生世世归法之道体证涅槃 Nadimi saranang hanyang Dhammo mi saranang varang Etena saccha vajena hotu mi jayamangkalan与我并无其他归处法是我至上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应我得到幸福与安乐
Supad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jo pad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 pad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samici pad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yadidan satari purisa yogani hata purisa bhogala Esa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ahuneyo bahuneyo dakhineyo hanjali garaniyo anodaram punya ketang lokasati 世尊的声闻深重，是善行已道、真正行道、真理行道以及正当行道的。即是三八辈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予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三看耶维当亚瓦底巴南萨拉南噶查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生之道，体证涅槃。那提米萨拉南含扬。Sang ko mi saranang warang ete na saca wace na hoto mi caya manggalang 以我并我及他归处，升起是我至善的归依处，以这清晨的真实意，令我得到幸福与安乐。Burabharasami prabodhagunang Burabharasami pradamedang Burapharasami prasangkhanang dokaro kapayat B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 rai Bivanchaye sabatana sabalapa Pavandumi rakantu surakantu Agane rasami prabodhagunang Agane rasami pradamedang Agane rasami prasangkhanang dokaro kapayan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 rai Vivanchaye sabatana sabalapan Pavandumi rakantu surakantu Tasing rasami prabodhagunang Tasing rasami pradamedang Tasing rasami prasangkhanang dokaro kapayan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hagro sanichang rai Vivanchaye sabhatanang sabhalapan Pavandumi rakantu surakantu Horadi rasami prabodhagunang Horadi rasami pradamedang Horadi rasami prasangkhanang dokaro kapayan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 rai Vivanchaye sabatanang sabalapan Pavandumi rakantu surakantu Bhajing rasami prabodhagunang Bhajing rasami pradamedang Bhajing rasami prasangkhanang dokaro kapayan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chang rai Vivanchaye sabatanang sabalapan Pavandumi rakantu surakantu Bhajarasami prabodhagunang Bhajarasami pradamedang
Ayarasamin prasangkanang dogaro gabaya.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ro sabapai sabagro sani changrai. Vivanchaye sabatanan sabalapan. Pavandu mirakantu suragandu. Udong rasami prabada gunang, udong rasami pradamita, udong rasami prasangkanang dogaru kabayang, viwanc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chaye sapatanang sapalapan Pavandu mirakantu surakantu Isang rasamim prabhadagunang Isang rasamim pradamitan Isang rasamim prasangkanang dogaru kabayan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chaye sabatanan sabalapan Pavandu mirakantu surakantu Padavira sami prabada gunam, padavira sami pradamitam, padavira sami prasangkanang dogaro gabayan,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chaye sapatanan sapalapan Pavandu mirakantu surakantu Akarasami prabhadagunang Akarasami pradamitam Akarasami prasangkanang dogaru kabayan Vivanch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chaye sabatanang sabalapan Pavandu mirakantu surakantu 祈愿十方三宝之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继承就。杀毒杀毒杀毒，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好，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式记。 分享佛法之前呢，请大家敞开大方，按分享到你们的个人脸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希望说我们的分享呢，可以让更多的佛友、法友在他们这一生里面呢，有机缘得闻到正法。所以我们的分享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协助到更多的人呢，有机缘听闻到佛法。尤其是现在，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可以把这个佛法分享出去。 所以，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住在其他的国家，你们也可以把它分享到你们的亲戚朋友的脸书，然后呢，让他们住在其他的国家呢，也是有机缘听闻到佛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要听闻到佛法的话呢，在这个世间上呢，这种的机缘是非常的渺茫，所以呢，有很多地方呢，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人家在向我们讲解佛法。 但是很荣幸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借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呢有机缘听闻到佛法。而且呢，如果我们一直有分享的话呢，即使那些住在其他国家、住在乡村比较偏僻的地方呢，他们也是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我们的分享呢，也可以让其他的种族，比如说现在有很多。
很多那些西方人呐、啊，那些印度人呐、啊，马来人呐、啊，他们都也是有在学习中文，所以呢，如果他们跟佛法有缘的话呢，他们也是会听到曼迪今晚的这个佛法分享，但是也是要借用大家的分享的力量，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佛法分享出去。就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分享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就不会流失掉，而且呢，佛教呢要在这个世间呢生存多久呢？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佛法分享出去。如果我们时常有分享出去的话呢，那么很肯定的，佛教呢在这个世间呢会生存更久，甚至呢可以留到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一生有机缘听闻到佛法呢，就是由我们前面呢上一代呢，就是一直有把佛法分享出来，所以我们也是有听闻到佛法，所以呢，分享呢是扮演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让我们的佛教徒人口不被流失掉，也可以让佛教三宝呢住在这个世间呢更长久。所以，当我们做这种做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提升我们的善业，因为分享呢也是一种善事，我们在做，所以这种的善事我们时常做。我们就会得到人天欢喜与赞叹，所以呢，在此嘛，得给大家一些时间，再做分享，尽量按分享。等下嘛，得再进来哦。好，来，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在蛮爹还没有开始与大家分享佛法之前呢，蛮爹再次的热烈欢迎你们大家继续回来参与直播佛法分享，也感恩你们大家慈悲鼎力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在自己的舒服的地方呢，都可以一起来做善事。所以就是因为有了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以呢，你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看到 Monday 开直播与大家继续的分享佛法 所以你们的慈悲鼎力支持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你们除了自己可以听经闻法 然后呢，也是有分享，那么呢，你们也可以再协助到 Monday 呢，在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大家呢，都一直在一起呢，在这个时候呢，做善事，提升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善业。所以你们慈悲鼎力支持所累积到的功德让你们呢今年行大运，永获健康吉祥以及常住与安乐中。好，来，再次满地跟大家说声晚上好。好，今晚呢，我们大家呢还是很幸运的哦，我们还有机缘，大家一起来做善事。所以最好的东西，我们做人呢、啊、可以得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做善事了。
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哦，有一些国家在打仗嘛，是吧？所以在那种的地方呢，我们想要听经闻法，想要做行善的话呢，那是比较困难。所以很荣幸的，我们住在马来西亚，我们还有很平静的，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我们可以继续的住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可以还是的有机缘继续做善事。所以在此呢，Monday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今天是我们南传佛教僧团以安居日的最后一天了，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的今年2023年的这个僧团的以安居日呢，已经圆满结束了 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已经得到自由身了，就好像说我们在3年前这样，我们的这个 MCO 解决开放了咯，所以没有 MCO 了咯。所以曼迪时常讲，我们的僧团以安居日呢，有点像我们的 MCO 这样啦。我们去哪里呢，都受到约束，所以呢，想要出国都比较困难。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自由了，所以呢，我们也大家很多出家人呢，都已经圆满结束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喜悦啊。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就是很多道场，南传道场呢，都是在准备。主办这些袈裟共生大法会卡蒂娜袈裟共生大法会咯，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如果我们是佛教徒的话啦，尤其是我们是属于南传佛教徒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就有很多机缘咯，去做这个共生大法会，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南传的袈裟共生大法会或者是卡蒂娜共生大法会呢，不是时常都会有的，一般上呢都是。在以安居日结束后，我们才有机缘遇到的，所以呢，一年里面呢，一间道场呢，最多只能做一次这种的法会罢了。这种的法会呢，也是提供个很好的机缘，给大家一起去提升他们的善业，增加他们的福报。所以，尤其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州啦，住在槟城州的佛友呢，就比较幸运，尤其是住在槟城州的佛友。他们比较幸运，因为槟城呢，这个州呢是有比较多南传佛教道场，所以呢，每一个星期天呢，都会有机缘去做这种的共生大法会的布施啊，所以呢，槟城人的福报比较好了，但是其他的州呢，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好的机缘啦，可能是有一次罢了啦，但是槟城真的是每个星期天都有，所以我们呢都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忙着这间道场邀请我们去。那间道场邀请我们去，所以我们大家也跟着忙了。所以呢，如果有佛对南传佛教法有了解的话呢，他们就会比较珍惜咯，所以他们就会把握住这样的机缘去参加这个共生大法会。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原始佛陀的教典里面尤其是巴利藏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佛陀一直在鼓励，一直在鼓励去供养僧团，所以我们会累积的。更殊胜的功德啦，我时常讲，尤其是在南传佛教的教法里面呢，我们都时常看到，我们现在做人，而且呢，我们还没有成道，我们还没有修到解脱的境界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做去做，一直去行善去累积功德，没有办法的累积功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去做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南传佛教的教法的话。去了解的话呢，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就不会珍惜啦，所以我们也不会在乎，去做布施啊，去参加任何的法会啊。所以今天很荣幸的，我们还有机缘听到这种的教法。所以呢，我大部分那些佛教徒啊，那些信众他们呢，也是有了解的话呢，所以每一个星期天呢，他们都会去参加共生大法会。所以这种的机缘真的是难得。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南传的这个佛教道场里面呢，我们一年呢最多一年最多办一次的这种的共生大法会罢了，平时都没有的，平时的都是普通的啦，供养早餐啊，供养午餐啊，那么呢，你要等到大型的共生法会呢，就要等到我们以安居结束过后才有的，尤其是卡蒂娜共生大法会，这种的供养呢是很特别的咯。所以，如果我们有机缘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参加，必须要去参加，不然的话呢，这是我们的损失啦。身为一个佛教徒呢，
如果对这种道理还不了解的话哦，供养僧团会得到更殊胜的功德。这种的佛教徒如果不了解的话呢，就证明说他根本对佛法都不了解。真正了解佛法的人呢，真的会很珍惜。所以今天我也是去参加那另外一间的佛教道场，他们也是今天有办这个共生法会，看到反应也不错啦，大家都很多都很精进的啦，很珍惜这种的因缘哦，去提升他们的善业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要提升我们的善业，不然我们进入这个佛门，我们要做什么？你如果不是为了去行善修行，然后呢提升我们的善业，那么我们可以去进来佛门做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佛教呢，就是有不同的做法啦。哦，但真正的你参加，真正的如果你了解正统的佛教的话呢，你会了解到，我们呢都是要精进努力的去行善啊、布施啊、持戒啊、禅修啊、闻法啊，所有的善事我们必须要很精进的去做的。不好像其他的宗教这样啊，我们不去在乎的啦，哦，我们可以不做的啦，只是去拜拜，去求神明保佑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将一切呢，都是交给神明去搞定就可以了。剩下的，我们可以自己可以去享受我们的福报，啊，去享受我们的人生啊，要吃什么去吃啊，要怎样你享受就去享受啊，哦，善事不用做不用紧的，反正我都交托交代那些神明帮我做了的，他一定要保佑我的，就是这样罢了，很简单的。如果你只是信神教的话呢，哦。你不需要去做到像我们呐、啊，哎呦，要静坐啊，要讲经啊，要听经啊，要布施啊，要持戒啦、啊，哎呦，这么多善事我们要去做，哦，要花钱呐、啊，一直花钱呐、啊，哦，在南传佛教里面，尤其是讲到布施，哎呀，只有一直出钱呐、啊，哇，出钱呐、啊，出钱呐、啊，哦，所以真的是，如果你没有了解佛法的话呢，你真的会怕，哦，尤其是跟到我们这个南传佛教的教法的话，你会怕，为什么？只有付出，只有一直在付出罢了，哦。但是呢，他不知道，这种的人呢，他根本都不了解，哦。我们的付出，但是呢，我们会得回，我们一定会得回来，得回那个果报的，哦。这种的果报呢，我们看不到的，哦。就好像说，现在你们，哦，哇，一切都好过啊，哦，生活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你过去一直有行善所累积到的善业嘛。所以，如果你现在哦生活很悲惨、很困难、很多问题的话呢，就可以看到的你的这个业不好了嘛，你的这个善业就不够强大了嘛。但是今天我们生活还可以过啊，我们什么都没有问题，生活上什么需要的都没有问题呀、啊，我们甚至我们要都有啊。现在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要我们都可以得到吧，哦，所以需要的不用讲了啦，需要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甚至要啊我们都可以得到哦。要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不是很需要的，但是我们心里面要啊，我们有那个欲望要，哎，我们就可以得到，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有好的果报嘛。哦，这种好的果报呢，是我们都知道嘛，在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过去有行善啊，有修福啊，有做很多善事，所以我们的善业很好了。所以这一生我们有机会做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好的果报，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了解佛法的话，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很清楚的看到哦，我们过去世呢，就是因为有行善，所以现在我们的果报就很好，哦，南传、北传，各有各的班呐、啊，哦，各有各的班呐、啊，因为有很多教法都不一样的嘛，对吧？有很多教法都不一样的，哦，尤其是各有各的做咯比较好了，哦，有时掺起来做，人家，哦，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你们完全没有去了解的话，可能你们不清楚了。我们最清楚，我们出家人最清楚的，可以不可以，哦。这个我们就不要管了，我们只是，做回自己的哦，应该要做的啦，哦，尤其是我们是南传佛教的，我们就依据南传佛教经典里面讲的咯，哦，里面经典里面有讲到的，我们不是做罢了咯，经典里面没有讲到的，
所以我们一般上都没有做的。所以很多人，很多人时常问我们啊，南传佛教啊，出家人他们说，哎，我们吃素啊，啊，我们放生啊，这些 OK 的吗？这些 OK 的吗？这种的做法，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不是在南传的教法里面有提到的咯。在所有的南传经典里面呢，你不会看到有任何一部经佛陀有说啊，我们要吃素，我们要放生，对不对？所以呢，怎样去配合呢？对不对？现在我要帮我的南传佛教的活动共生法会啊，一般上我们南传佛教所办的这个共生法会，我们的就是供养食物为主咯，供养饮食为主，然后呢，供养袈裟为主，供养僧钵为主，供养就是吃之计为主了，哦，因为我们出家人最主要的就是食之计嘛，啊，供食之计是什么呢？就是供养饮食咯，饮食是一种咯，然后穿着就是供养袈裟咯，然后供养道场啦。现在呢，要你们供养一间道场给我们的，那是天方夜谭了，真的。现在呢，我们真的是很难看到一个人哦，真的可以供养一间房子啊，或者一块地给我们呐、啊，然后来发展我们的实验呐、啊。哦，是那个是，那个是很难呐、啊。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很难看到的啦。哦，但是我这一生里面呢，我真的是有看过，真的有看过，在尼泊尔我看过，只有在尼泊尔我看过一个，他真的是布施一间道场给一个出家人，我所认识的，因为我有去过那间道场嘛，所以我去到那间道场的时候呢，我也是带几个佛友过去嘛，然后我那时候呢，我看到他的道场呢，在那个时候呢，也是在发展中嘛，在发展中，所以我们想要捐布施建设基金给他们。所以那个门店呢，那个住持呢跟我们说，他不能接受我们的捐款咯，哦，因为他说这间道场已经有一个布施主包完了的，哦，他已经答应那个布施主呢，由他出所有的钱，他负责啊，把那间道场建起来了，所以他不能再接受任何其他人的这个捐款了咯，哦，我才知道。那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可以，还有那种的能力哦，不是一间道场给一个出家人哦。但是这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少了，很少吧？哦，我还没有遇过，我真的还没有遇过。啊，真的是，世界上也是有很多有钱人，他们有多余的物质，他们也舍不得直接捐给我们，不可能的，很难的。要遇到这样的人哦，真的是不敢去想象哦。如果能遇到的话呢，真的是我们的福报真的很好。遇不到的话呢，我们就靠十方咯。就好像现在我这边我们这个组织，我的组织也是在购买一间房子嘛。很多年我跟你们讲过了嘛，所以这笔钱都是来自十方的，不是一个人的。哦，所以很多年，一直以来很多年了咯，所以都是靠十方的捐款啊，才有办法把那间房子买起来啊，在发展中啦，哦，差不多要 OK 了的啦，哦，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种咯，啊，不施住所，在佛陀时代就有这样的佛教徒啦，叫国王咯，毗毗沙拉王，哦，他就是有那种本事。哦，不施住林精舍，世间上第一座佛寺出现在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以后呢，然后呢，他遇到这个频婆沙罗王，所以这个频婆沙罗王呢，哦，他是第一位啊，哦，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上，第一位在家人不施一间道场给佛陀给三宝，啊，叫做频婆沙罗王。但是他是国王嘛，所以他就有本事了，他真的是有本事了，国王有钱嘛，哦，所以他了解佛法，他认为很重要，哦，所以他就布施一间道场给佛陀了，叫做住林精舍，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朝圣的话，我们都会去，啊，我们都会去朝拜那间特别的佛寺，叫做住林精舍，啊，很有历史性的一间道场啊。然后接下去呢还有很多啦，接下去还有很多，哦，布施这些道场给僧团呐，
哦，所以这种的功德也是很殊胜的，不是，尤其是不是僧团，不是给僧团，哦，给那些出家人拿来做修行啊，拿来做教导人家，引很多人进入佛门来学习佛法修行啊，所以布施道场的功德真的是很殊胜，真的是很殊胜的。OK，所以这种的机缘呢，哦，除非你对佛法真的是有了解，那么你才舍得舍出去，对吧？才能舍得，不然的话，哇，我看很多人都舍不得咯，哦。但是我这边呢，虽然说没有遇到啦，但是我也是有遇到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物主啦，哦，现在我住在这间屋子啊，他的物主呢就 OK 啦，他只是不是给我住啦，他不是给我整间屋子啦，他是不是给我住啦，还 OK 啦。没有收租金啦，但是房子还是他的啦，我只是寄居罢了咯，啊，寄居啊，他给我住，然后给我用啦，然后呢，给信徒过来做一些早餐、午餐供养，这样罢了咯，也是不错啦，能遇到这样的信徒，是吗？可以舍出来给我们出家人用来做我们的修行的地方，哦，啊，引渡一些信徒来做布施，提升他们的善业。所以他给我们这个因缘哦，给我们出家人，也给在家人借用他的地方来做善事，提升他们的福报。所以这个屋主呢，每天都拿功德就对了啦。哦，虽然他不是整间屋子给我，但是他将布施给我们用，这也是有功德的。哦，所以他不用去做其他的善事了，他每天都有那个功德了的，这个就是 bonus 来的。多拿的这种功德，哦，好过放空嘛，放空你什么功德都没有，对不对啊？所以不错啦，还好我还有这样的功德啦，我的福报还好一点，可以遇到这样的物主啦，哦，所以现在已经住了10年多了，哦，10年半了啦，10年半，OK，10年半呢，他都没有收我一分钱租金，没有，一分钱都没有收，没有什么啊，没有收我的租金，所以有时有哪里坏呀、啊？哦，有什么坏呀、啊？我打电话给他，他也是过来找人来修理咯。找人来修理，然后呢，他也出钱了，都是他出钱了，所以不错啦，能遇到这样的信徒，哦，但是可遇不可求啦，这个我们自己本身要有很好的善业、很好的功德，你才可以遇到这样的人呐。所以让我们诸方面都解决了咯，啊、哦，尤其是我们住我们。我们做人嘛，哦，住所就是很需要的嘛，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容易得到的话呢，就证明说我们的福报很好咯。真的，我时常讲的，如果在我们人生最需要的东西啦，啊，吃啊、穿啊、住啊，啊，还有医药咯，啊，最后一种是医药咯，啊，我们生病啊，或者是我们需要什么药啊。哎，可以有人买给我们呐、啊，看病啊，有人出钱给我们呐、啊，啊，这个就是，这是你要有福报的，啊，你要有福报，尤其是一般上我们在马来西亚啦，我告诉你们啦，哦，我们有病看医生呢，哦，一般上呢，我们的信徒都很喜欢出钱带我们看医生啊，出钱给我们看医生啊，买药给我们呐、啊，哦，他们就很舍得，啊，在槟城啊，就是有这样好的因缘，所以我们住在槟城，哦，福报比较好了。四种东西需要的，没有缺乏的话，就证明说我们的福报很好。啊，如果你自己感觉上你的这四样东西，哦，有缺乏的话呢，那么你就知道哦，你的善业不强了咯，你的功德就不够力了咯。就是因为我们这四样东西啦，没有缺乏啦，很容易得到啦。所以变成说，我们在走这个解脱道的时候，继续修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呢，没有障碍哦，比较顺哦，啊，很顺哦，你不用去烦恼了嘛。这四样东西啊，你有福报可以解决的话哦，所以你变成你的心可以专注在禅修、在修行了，知道吗？可以专注在看研究经典啊，可以专注在弘法利生啊。像我这样啊，这个就是我的果报，我跟你们分享。我这四样东西我完全没有缺乏的，很容易得到的，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就是我的果报，啊，我的业，
我一直在加强我的业嘛。我们出家人，我们只有加，只有增加我们的业嘛，三业啦，三业啊，哦，反而二业我们越来越没有去累积吧。所以，我们出家走这条修行的道路呢，只有一直在加强我们的善业罢了。所以，你的善业一强，你就知道了的。你的生活很好过，真的很好过的。任何的问题，很快就帮你，很快就解决了的。对，所以在家人呢，如果福报不好，他们就要忙着。所以，一忙起来要找事嘛，对吗？所以你在修行方面呢，你就完全很难去做到了，尤其是解脱道，更加不用讲啊，解脱道根本完全做不到了。我手上也是有很多很多佛友，他们就是走想要禅修，尤其是禅修这个善事，很多很难做，做不起来很多。有些做到啊，哦退堂，哦有一些做到哦贴堂啊，贴堂会听吗？啊，因为他福报不够，福报不够。哦，所以他要忙嘛，忙做生活啊，忙做找钱，哦，所以他就忙，一忙起来他就身心都疲累了嘛，哪里还有那种心情去坐禅去修禅，没有了，所以很多就到最后贴堂很多，福报不够啊，然后呢，他因为他福报不够，所以变成说他自己本身呢都没有那个机缘去布施嘛，要忙做工啊，所以哪有时间去做布施。他又不舍得安排早餐来做，他又不要安排早餐来做，所以就很难了。布施你没有去做，你就很难提升你的福报了。真的，福报你没有办法去提升了。你没有办法提升你的福报的话，那么你就是要做牛做马哟，要做牛做马哟。所以你福报不够，你想要继续走去修行啊，去行善很难的，你会有很多障碍的，很多障碍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佛陀一直要鼓励我们啊，一直要行善，就是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的业，你不用求佛陀的，你求他、求菩萨、求神没有用的。如果你没有去做的话，没有去行善，没有去布施，没有去持戒，哦，没有去修行的话，你不用去求什么什么佛菩萨啊、神啊，不用求的，你求不到的，你求不到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求得到的话呢，世界上没有穷人了，世界上啊没有贫穷的人了，世界上没有痛苦的人了，对吗？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慧眼去看这个世界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去求拜的嘛，对不对？大部分啊，不管是我华人也好，马来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西方人也是有去求他们的上帝保佑的嘛，给他们好处的嘛。只要那个人有宗教信仰的，一般上都会去祈向他们的那个信、那个崇拜的那个神明去祈求的嘛。但是你看，大部分的人会向神明祈求。如果所有的神明你去，如果所有的神明被祈求了以后，然后呢，他会给所有的人那些向他祈求的人，那么世间上还有谁去做工呢？对不对？今天我们看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祈求的，啊，没有祈求的，他们也是 OK 的，他们生活也 OK 的，但是，哦，这个就是跟他们过去一直有布施的嘛，所以布施很重要的，哦，布施很重要的，在原始佛陀的教法里面，哦，佛陀一直有强调布施的，所以你看我们南传菩萨道，南传佛教。所讲的他们啊，过去的那些佛，他们所修的那个菩萨道，哦，第一个善事他们要做的就是布施。所以你去看南传佛教，南传佛教菩萨道哦，因为这个菩萨在我们南传所讲的这个菩萨呢，他们就是要去修所有的善法，最主要的就是十种善法嘛。所以这十种的善法，我在我们南传里面叫做十波罗蜜嘛。所以十波罗蜜里面呢是。菩萨必须要去做的这些十种的善事，简单来说就是十种的善事。所以这种的十种的善事呢，菩萨呢生生世世呢一直要去做的，哦，把这个善事做到圆满了，100分了，得到圆满100分了以后，他才能成佛的。所以第一个善事在我们南传的菩萨道里面呢，就是布施，布施。啊，
所以就是因为布施哦，在我们南传佛教里面呢，就是说呢，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一直有去布施的话，我们就是有了很好的福报，那么我们很多其他的善事我们就比较容易做。你没有福报的话，你没有布施就没有福报了嘛。所以你没有福报的话呢，你要做很多善事你都做不到的，因为你会被卡住，被卡住，被卡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南传佛教所讲的这种的道理，所以我们了解哦，布施是很重要的。而菩萨，尤其是我们南传佛教的菩萨，也是很看重这个布施的。哦，所以你看，就是很多那些佛陀的那些弟子们，很多哦，就是因为他们过去一直有做这个，跟着菩萨一直做这个布施，所以他们出家了以后呢，也是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这个果报，然后呢，让他们比较容易哦走这个修行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哦了解这种的道理，所以我们一直在加强这个布施哦。所以布施你不要小看它是没有什么东西哦。布施呢，没有了解的人呐、啊，没有智慧的人呢，他们看到这布施呢，就好像说，诶，我只有付出罢了那嘛，我付出哦，只是看到我会付出罢了。哦，但是他的果报回来的时候呢，他不会给你看到的，但是你会感觉到，你会感觉，他不好像说我们哦，他不好像说我们世间的人说啊，我今天去买一个字，哦，我们去求一个字啊，去买哦，他给我们中啊，他们给我们看到，哦，这种的世间法，我们拿钱去投资去买一个字，然后呢，今晚开头奖啊，我们就会看到，哎，我今天去投资。投资再买一个字，哎，我看到那个果报，但是布施的果报呢，他不会给你马上给你很明显的看到的，啊，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会可以，你慢慢慢慢你会感觉到的，所以我时常问，我这边的佛友呢，他们都很了解这种的道理的，所以他们都很精进努力的去做布施的，哦，做布施的，所以我就问他，哎，杨弟啊，你时常做布施，你不怕破产呢？啊？你不怕咩？你时常一直做布施布施，你不怕你的钱啊一下子哦没有了咩？哦，他说有些他说不会的，蛮挺奇怪的。我一直布施，我的钱一直好像不会完的哦。哦，他们自己也是有感觉的，知道吗？啊，他们自己会感觉的哦。哦，所以你要去讲讲，对吗？所以有时候啊，在这个世间上啊，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一个人一直布施布施，然后他破产的，没有哦，我还没有听过人家布施到破产哦，没有哦，反而更发达啊，我们就有听到啦，啊，我们就有听到这样的哦，布施一直布施，他反而会发达，他的福报越来越好，哦，这个就是你们要去了解，所以呢，我时常看到有一个比喻这样。哦，这个我们的钱财就好像井水一样。哦，我看到有这样的比喻，我们的钱财啦，我们的财产呢，就好像井水，井水你们应该现在很少人看到了啦，井水对吧？以前就有啦，我们小的时候呢都是用井水的嘛。所以这个井水呢，它就很奥妙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一直在用啊。一直拿给人家用啊，人家要啊，就去拿，要去拿的话哦，那个井水哦，不会完的哦，它一直会出水的哦，而且会越出越清的哦，那个水越来越清。如果那个井水你不用哦，你不拿去给人家哦，那个井水它不会出水的，那么反而变死水，到最后呢完全就不能用。啊，我们的财产呢是一样的。我们的血汗钱也是一样的，我们赚到的这些血汗钱跟井水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一直出一直出哦，它会回来的哦，回来到你自己都真的很，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我自己有很多的经验哦，啊，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 experience 啊，哦，我自己感觉真的是不会破产的，你不用怕你不会破产，你去赌可能会破产。你不布施，可能会你会破产啊！真的，这是我们的经验来的，所以你相信你不是做，你不相信我们也没办法嘛。所以你看，在我们南传佛教的教法里面呢，哦，也是一直在鼓励信众们一直要布施。所以你去斯里兰卡，
你去缅甸，你去泰国，你看很多那些信徒们，哇，他们布施啊，哇，真的是你看到都心啊，都很感动啊，尤其是在那种的佛教的国家，很多出家人的嘛，哦，他们出来托钵，尤其是早上出来托钵的时候，你看到那信徒白等住的，等住，早早起来准备等住，有时下雨也是等在等的，拿着雨伞也是在等的。所以你看他们那种的布施的心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都很感动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了解，他们是出生在佛教国家，所以一直有听闻到哦，很多出家人都一直在讲布施布施布施，他们就会做咯。所以如果你像我以前这样，我以前没有做布施，我以前没有佛法的时候，我也不懂的。啊，我不懂的，不会做的。那我了解佛法了以后，哇，我才知道，所以我就会做了。那时一直做，一直做，啊，所以你看呢、啊，做做也不，到现在也不会，没有破产，没有破产，啊，反而更好，福报更好，生活更好过。让我的福报好到现在，我在走这条修行的道路的时候比较顺啦、啊，没有障碍啦，啊，走得比较顺利啦。所以我完全说，我这一生。真的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走到今天呐、啊，哦，学了佛，然后出家，走到今天这个日子里面呢，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这一生的生命，啊、哦，还会继续走啦，还会继续走，啊、哦，只要我们还没有解脱的话呢，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相信佛陀讲的这个业报了，哦，业力很重要了，OK，所以今天呢，我就继续跟大家。再分享啊！我上个星期跟你们讲到我们这个业哦，这个观念，所以呢，我希望说啊，我这引用这部经呢啊，来给你们大家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关于我们这个啊佛教所讲的业。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佛教的这个业力观非常清楚的话呢，那么自然而然呢，我们就不会说像很多神啊、佛啊、菩萨啊去祈求什么什么给我什么什么了。啊，自然而然你就会放下这些的做法了，因为你都知道嘛，哦，就是要自己本身去做，你才会有好的果报，你的命运才能被改善嘛，你的道德、你的智慧什么都可以再提升嘛，哦，所以这个就是要去了解，哦，所以但是呢，虽然佛教讲的，而、哦、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的身口意行为，它就是有一种的力量，哦，来主宰我们的生命。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那些那些行为，哦，不管是善的也好，恶的也好，我们做了，啊，一定会得到它的果报，啊，在这部经里面呢，啊，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佛陀讲，如果说我们过去。我们所造的所有的业，注定我们一定要承受它的果报。那么佛陀就讲，我们就修行就没有就不能改变什么了咯，对吗？我们就不能灭苦了咯。所以，我们过去已经过去所造的那种种的善恶业呢，哦，并不一定说我们一定会承受它的果报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在这部经里面佛陀讲的。很清楚的一个概念给我们清楚，所以现在我们了解了佛法了以后，我们已经清楚到我们过去会有造了很多那些不善业，哦，或者是善业，但是呢，并不代表说我们一定会得到它的果报，啊，这个大家要有清楚，大家必须要很清楚了，OK，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造的种种的业，善的业，或者是恶的业呢？哦，我们不要有一个期望说我们一定会得到它的果报了。所以今天很多人不了解这种的道理呢，所以他们去做某一些善事，比如说他们去做一个布施，或者是他们去做了某一些善事了以后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它的果报，他们没有看到它的果报。因为一般上的人的观念是什么？我做，我要看到，我要，我会，我要，我会得到他的果报，
是吗？一般上的人都会这样认为哦。但是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他说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如果我们说一定会得到他的果报，那个已经变成宿命论了，已经变成宿命论了。你做了，你一定会得到。所以你现在所做的新的业，你造新的业，那就已经不没有意思了嘛，因为你在等着你要承受过去的业嘛，对吗？佛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根本不用修行了，你只是等着去承受那个果报罢了。你过去所造的业，你等着他来找你罢了。你现在修行没有用了的，你改变不到你的命运了的，你没有办法再提升你的善业了的。因为你认为说过去我造的业，我就是要承受他的果报，所以这个就是在这边佛陀已经跟我们讲，那是不可能的。一些善事呢，哦，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恶业，一个恶行，你现在没有停止的做，没有停止的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你就会有办法，你就有机会得到他的果报，清楚吗？如果你现在我现在像我们一般的人，我们没有了解佛法的时候，我们会杀生吗？哦，会杀鱼啊、杀鸡啊、杀动物啊、杀蚊子啊、杀这些小飞虫啊、偷盗啊、邪淫这些五戒，我们犯到完嘛，对不对？但还好，很荣幸的，我们现在有机缘听闻到佛法。所以我们就开始停止了，我们开始停止了，我们没有继续再去做这些恶业了。所以当我们一停止再造恶业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去了解善业，所以我们又去行善去修行，所以变成说我们过去所造的那些恶业、那些恶行的，哦，那个机会比较渺茫。机会会比较渺茫，我们会得到它的果报，听懂吗？所以如果我们犯普通的那些恶业啊，哦，那个是你可以放心的，你可以放心的。如果我们说造了恶业，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个果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古里玛拉这个萨人魔王，他就那一生他没有办法成为阿罗汉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萨人不是更严重吗？我们还没有杀人嘞，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还没有杀过一个人的，所以我们所造的那些恶业应该不算严重吧，对不对？反而那个安古里玛拉，他就是杀了990个啊，在我们的南传的佛教经典里面，他还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时候，他杀了999个，他杀过这么多人，但是他还有机会成为阿罗汉。如果我们说，哎，你杀了人，你一定会承受他的果报。那安古里玛拉就没有办法成为阿罗汉了咯，他修行也没有意思了咯，对不对？他出家修行也不能成道了咯，但是偏偏不是这样啊，所以安古里玛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听懂吗？他已经停止嘛，他就是因为他停止了，他停止不再造恶业了，他停止杀人了。然后呢，不只是停止造恶业，他还有去修行呢。还继续的出家修行呢，所以佛陀的教法是什么？你不只是不造恶业，你还要去行善修行的，知道吗？只是不只是说，哎，你现在不要去造恶业就 OK 了，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不是这样的。佛陀的教法不是这样的，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这样来解释的。你不止不要造恶业，你还要去行善的，那么你才可以看到他的。你现在所造的那个果报，你的过去所造的那个恶业才没有办法成长。我是这样讲了吗？我们停止造恶业，我们就没有让我们的这恶业的力量强大起来嘛。然后我们有去行善嘛，所以变成说我们的这个善的业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所以变成说那个恶业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所以行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行善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哦，但是并不是说啊，听好啊，并不是说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
或者是三月呢不会成熟，那是不可能的，油还是会成熟的，就是因缘嘛，就是我们佛教讲，我们佛教讲的是因果，一般上人只是讲因果嘛，对不对？但是佛教讲的是里面还有那个缘在里面，所以我们讲因缘果报嘛，因缘果报。我们造了这个因，但是我们看中间还有那个缘，那个缘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啊，如果那个缘记住，那么我们会得到那个果报；如果那个缘不记住，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果报喽。所以佛教讲的这个因果呢，是有点特别，就是在这边，因跟果之中间还有那个缘，啊，那个才是重点在那边。所以虽然说在这部经里面，佛陀讲不是每一个恶业我们造了，我们得到一定会得到果报，不是，也不是说啊你造的恶业不会得到，不是，看你们的缘，看你们的缘，是吧？啊，不是，你讲的错了。提婆大多他会得，他晚年会得到那个恶果，就是他那一生造了犯了忤逆罪吗？他那一生就是犯了忤逆罪，所以那个提婆大多他会得到晚年他会得到那个恶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停止，他没有停止。造恶业，懂吗？他继续的一直在跟佛陀搞对立，跟僧团搞对立，你知道吗？所以他没有马上成熟吗？他所造的那个恶业，虽然他犯了忤逆罪，但是那个忤逆罪也是要等到他晚年的时候才成熟的嘛。他不是马上犯了忤逆罪，马上就得到这个果报，清楚吗？哦，所以里面呢，之中呢，提婆达多本身的善业还很强。还很强，所以呢，那个他所造的那个恶业没有马上成熟，所以呢，到他晚年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停止造恶业嘛，他没有停止跟佛陀唱反调嘛，所以他呢，他的善业呢的力量呢就一直在消失消失，直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得到这个恶业成熟了，啊，所以那个不是他过去世，不是他的前世的恶业来的，是他那一生所造的恶业。而且他没有停止，而且他犯的是忤逆罪哦，所以在我们南传的经典里面，这个中恶业，这个中恶业跟中善业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犯的这个中恶业，我们千万不可以犯的，就是忤逆罪。忤逆罪你犯了以后呢，你是没有什么神啊，什么佛可以救你的，没有人可以救你的，你必须要去面对那个恶果的，啊，然后你如果有中善业的话也是，然后你有。提升到你得到那众善业的话呢，也没有人给你什么帮忙你的，没有人可以拿掉你的这个恶业的，你就到最后你就是会得到那个好的果报罢了。哦，所以这个恶业呢是那个佛教的恶业呢会很有点复杂性的，因为它牵涉里面的那个缘，懂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很多的不了解，或者是会怀疑的。哦，因为佛教讲缘嘛，因缘就是将来的。哦，但是我们现在了解了佛陀的讲的这个业，哦，我们现在就是尽我们所能去停止，不要去造恶罢了咯，而去提一直去行善修行罢了咯。所以我是这样讲，我们今天走了这个佛道。我们走这个修行的道路了，我们去修，哦，我们修种种的善事啊，布施、持戒啊、禅修啊、文法。现在我们只是去做罢了，啊，我们只是去做罢了。我们不要说啊，我做了哇，我要看到那个果报啊，我做了我要看到果报。因为现在很多人哦，目前我看到也是，我手上也是有很多人静坐，哇哟，才做罢了咯，才做哦，自己本身都没有这么努力去做。哦，一天可能做一点点的那个时间，哦，我好就好像要很快得到哇，我要入定了哦，哇啦喂，好笑咯，现在的人，是吧？是吧？很好笑哦，现在的人修行啊，好像很快要看到那个果报了，你知道吗？这种的人呢、啊，
他们就是带着那种贪欲的心去做，以那污染的心去做这些善事，所以不能的。你带着污染的心去做啊，你会得到他的果报的。所以这些果报啊，这些我们做的善业也好，恶业也好啊，哦，不是谁去控制的，那么没有人去控制的，那么它是自然法则来的，那么。你做，你精进努力，你去做，你就看得到他的果报了。你又不精进，一个星期，你做多少小时？你想马上看到他的果报啊？不要打这个幻想啦，对吗？你永远都得不到他的果报的。如果你带着那种的污染的心，很多，我遇到这样的人很多。自己没有精进努力去做，就是想要很快哇！我做了没有想的嘛？哇老诶！我问他多久？你做多久了？一个星期你做多少小时？每一天你做多少小时？你要马上就得到入定啊！做白日梦啦，对不对？一下子做就要得到果报啊！哇，狗里有这种。这些东西啊，善事是要慢慢的去做，一步一脚印去做。所以我时常跟他们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那个缘呐、啊，那个里面那个缘呐、啊，很重要的，你做都做不够，你要很快得到他的果报，不可能的吗？是不是？你出家了啊！你出家，出了家，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观念，完全100%投入去静坐啊！我担保你，一年里面你就有成绩。你敢吗？你敢投资吗？用你的一年时间投资去修禅，什么都不要去做啊！一年里面你去体验你要的那个境界，有可能可以啦。可以啦，我有试过几个月啦，真的可以啦，真的可以啦。你敢投资啦？你要敢去投资，什么都不用做的。以前我去参加进修的时候，整6个月，什么都不用做，吃饱就是坐禅行禅，坐禅行禅罢了。3个月后，你就知道了，啊。你就可以体验很多东西呀，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投入在禅修的嘛，什么都不用做的，吃饱就是坐禅行禅，坐禅行禅罢了。啊，我也是要拿3个月时间了才上轨道啊。啊，那时候你就体验很多东西啊，那个我不要去跟你们讲啊，这些禅修的东西我跟你讲也没有用的，你体验不到的，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人也是啊，布施，想要布施一次就可以搞掉他的福报了，搞掉他的那个好不好的业哦，哇，布施一次，除非你布施给佛陀，除非你布施给圣者啦，对吗？哦，有些更惨，哦，布施以为说哇，我布施一件袈裟，哇，我的病就可以好了，哇，老诶。现代人哦，把这些善事哦当做是仙丹来做，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做出家人呢、啊，也是很大的压力啊，真的，非常大的压力。哎呦，很多人呢、啊，平时都没有什么做的，真的，平时没有什么做的，只有一直消耗他们的善业罢了。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啊，哦，对佛法。哦，没有什么了解，甚至完全没有了解的话啦，只有一直在消耗他们的善业罢了的，真的。然后呢，你知道吗？各位，我时常讲，我们每一个人呢有2种业罢了，不管你是谁，我们都是带着2种业来投生的，善业跟恶业罢了的。还有什么业我们带来的？你说，还有什么业我们带来投生的？
除了这两种业，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带来投身，带来做人的？没有其他了的，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带着这两种业，好一点，我们带三业比较多一点咯。三业我们带的多，所以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 OK 了吗？OK 吗？啊？三业带多了，你的生活好过一点罢了咯，但是你没有佛法，你不了解，所以你一直在消耗你的这个三业，一直在消耗罢了吗？世界上很多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享受了。你看现在小孩子，现在小孩子。他们消耗的他们的善业，消耗他们的福报有多么可怕，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现在你看啊，你看到他们的生活，你会想到他们未来很可怕的，他们这个善业一消耗完了，就完蛋了的，恶业就跟着来了的。所以你提早给他们享受他们的人生呢，你会看到他们的善业一完了，出问题了，很多哦，现在，所以现在人不偿命的。很多人不偿命的，哦，三业一消耗完，二业来就完了咯，辛苦了咯，病来了咯，问题来了咯，所以不能过得很心安了咯，烦恼了咯，所以是不是短命？是不是短命？对啊，不是，等一下啊，我回答一个人的问题，请问如果不是，是不是一定要在现场，不在槟城，不是槟城？现在布施，哎呦，现在你要布施哪里都可以。现在通过网络啊，转账就可以布施了的。我这边，那我在我的 Facebook 看我这么多年的直播的佛友啦，他们都是没有来我这道场的，很多我没有看过他们来的，但是他们也是通过银行转账布施给我们的组织，联姻咯，讲罢了，他们也是做布施啊。我从2020年开始开直播讲课到现在了，一直以来还是有很多佛友，他们也是在 online 转账的，我没有看过他们的，所以很多那些佛友他们布施啊，捐助我的道场的基金啊，哦，我没有看过他们的，他们看过我啦，现在他们看我啦，但是我没有看过他们的脸的，所以可能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啊，我也不知道是他的。他曾经有布施给我，一直有布施给我，但是我如果走在路上，我可能也认不得到他的。所以现在就是有这个网络哦，这个助缘，真的也可以让我们做很多布施的嘛，对吗？啊，不用现场也可以做的，不用做的。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来，都没有空了。现在你叫他来到场，现场来做布施啊，哎呦，很难哦，很难的。除非那些安弟哦，那些安哥啊，他们福报好到他们不用做工了的，啊，不用找吃了的，啊，手头已经有很多个零在银行了的，哇，那些佛友他们就会来，所以现在我们是靠这些人，啊，靠这些人靠这些人什么来支持我们罢了，真的，现在我们是靠那些安弟安哥有福报的 啊来支持我们，不然我们。也是很惨的，知道吗？对吧？我们现在靠年轻一代呀、啊，年轻一代的福报不好的吗？你看很多年轻一代的，他们要做到像牛马这样的，年轻一代哪有福报？从小就开始就消耗太多了嘛，他们的福报，对吗？啊，所以你看，都是靠那些安哥啊，他们时常有来做啊，诶，他们真的是福报好到哇，他的儿女都会给他钱哦。哦，你看过吗？我这边手上有很多这样的安哥，他们做布施、跑道场去修行、听经、坐禅，什么善事都跟着我们啊。但是呢，他生活费用都没有问题的哦，他的儿女都会给他们的哦，他就会去做咯，继续做咯。所以你看呢，会破产的，我还没有看过一个人布施到破产的。听懂吗？啊，所以我这边嘛，本身我也是有台湾的咯，台湾的人他们也是会上网去银行转账过来，
新加坡的不用讲啦，新加坡也是有啊，东马的也是有啊，沙巴、砂劳越那边也是有啊，那西马不用讲了咯。所以你看，他们都懂得做啊，他们有一直有听我的课，可能现在也是在那边听我的课，所以他们了解，他们做，他们虽然他们没有办法来啊，太远了，但是他们也是继续做嘛，继续做嘛，啊，所以你看啊，现在就是应该靠这个网络哦，所以我们要做上市都可以，你看我现在也是靠网络讲经说法嘛，对不对？啊，如果我靠那个实体课啊，也是很难的，很少人来的。很多安迪安哥他们都晚上，那些福报不好的呢，他们又不能来，因为白天早上要忙到晚上又累了，所以他们就不能来上实体课了咯。然后呢，那些安迪呢，很多都是有年纪了的，晚上呢要开车呢又不能了，眼睛又有点问题了啊，有年纪了吗？晚上开车呢，哦，有点看不清楚了，所以他又不敢来哦。不敢驾车来哦，所以晚上我们要开实体课的话，真的是很大的挑战的啊！要来出席我们的实体课的，真的是很少的，真的是很少。所以现在怎样靠网络啦，靠 internet 咯，靠 TikTok 啊，靠 Facebook 啊，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做我的这个上市啦，弘法利生的上市咯。啊，你看我一开直播，很多都不是住在槟城的嘛，如果我开实体课。只有住在槟城人才有机会来罢了，那么，那么其他州呢就不能来了吗？但是我现在借用这个网络平台，我开直播，在 TikTok 开直播，在 Facebook 开直播，所以我就可以让很多很多外州的人都可以听到，甚至外国的人也可以听到啊。我在 Facebook 我开直播，我有很多那些印尼的也是来看我的直播的，啊，也是有的，所以你看。可以做吗？不一定说要来现场的哦，啊，现在靠网络来行善，所以我们懂得利用这个网络来做善事。所以你说出家人不可以玩网络吗？有些人骂我们吗？啊，有些人在讲我，哎呦，出家人怎么玩 Facebook？我一开始在 MCO 的时候，我开直播，有一些人奇怪，哇，和尚也玩 Facebook 哦。我心想，什么叫做玩 Facebook？你讲好好来哦。然后之前我在地道开直播的时候，也是有人说和尚也玩地道，什么叫做玩地道？讲好好来，对啊，我们开直播讲分享佛法，开直播哦，讲佛法给你们听，那个叫做玩 Facebook 咩？那个叫做玩地道咩？哎呦，这些人啊，真的，他的智慧真是 IQ 零蛋了，讲话都不会讲，是吧？我们现在出家人也是借用这个网络来做善事，弘法利生啊，哦，我们可以把这个佛法弘扬更广嘛，有错吗？没有错的啊，对不对？没有错的，因为我们是用它来做善事嘛，所以有错没？没有错啊。我们不是拿来看电影啊，看人家跳舞唱歌啊，看那些色情片啊，没有，我们都不玩这些东西的，我们都不看的，浪费时间。有佛法的人，我们不会用我们的时间啊去看这些没有意义的那些节目的，我们不看的。我一般上我会用来看经典啊，听经闻法啊，听其他的出家人讲经啊，然后我们会善用这个网络啊。所以出家人不可以玩咩？笑死人！哎呀，这些人只会好像出家人啊，哦，好像这些东西好像不可以玩的，什么叫做玩？讲好好来嘛，对吗？嗯，所以我就是因为借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我来分享我的佛法，所以很多人都了解嘛，然后呢，很多人也让很多人啊，了解到我布施的重要，所以他们就布施了。他们就会是啊，哦，所以你看呢、啊，我们就是要用智慧来利用某一些东西啊，来做善事啊，所以呢，在这边呢，我就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业的问题，OK，所以这个业呢，在我们佛教的教法里面呢，哦，是有一点比较复杂性，OK，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呢也不要去啊。不要说啊，啊，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不要我们
很多时候啊，今天像刚才有佛友讲什么啊，有像佛友有讲什么呢？刚才我看到有几个，我没有去回答。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啊，关于到打仗的，对吧？对吗？啊，打仗的，好像有听看到有打仗的，在哪里哦？啊，对，像他战争啊，死的人、活罪的业、造恶业啊，这些呢，这些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解说的，OK？没有办法去解说，因为这个业的东西呀，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说，除非我们有神通了。除非我们有神通，然后我们就真的可以看得到，看得到啊！现在这些人啊，面对被人杀，所以这个也是啊。如果要引用南传佛教经典来说，你这个战争哦，然后呢，那一方被人杀，或者是在战争的时候被杀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本身的恶业成熟啊。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陀也是有遇到嘛，琉璃王子要去攻打他的释迦族嘛，其实不是，你们应该也是有听过故事，这个故事嘛。佛陀本身在世的时候啊，他也去阻止这个琉璃王子呢，不要去攻击释迦族啊，然后呢，因为那个琉璃王子呢。看到佛陀出面了吗？出马了吗？所以第一次呢，就给他脸咯，就给他脸，就收堆咯，没有再去攻击哦。然后呢，他又不甘愿哦，他又要开始要去攻击释迦族哦。然后佛陀呢，也再次的去阻止他。OK，过后呢，第三次又来哦，又来哦，然后怎么办呢？佛陀看到说完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业成熟了啊！你看呐、啊，释迦族本身的恶业成熟啊，佛陀本身呐、啊、都没有办法去阻止，所以到最后呢，释迦族呢就被琉璃王子的兵队杀到完啊！然后呢，这个佛陀有讲到那个故事，关于释迦族的过去式。讲到他们过去是，就是因为杀鱼呀、啊，去捉鱼来杀，啊，就是因为那个业，所以让他们这一生里面呢，遇到被琉璃王子的军队呢杀到完，啊，如果你要讲到现在战争，然后被杀的啦，我只能引用这个典故，这个故事来跟你们分享咯，这个就是跟他们的过去是的恶业有关系咯。所以我们讲话呢，可能，所以我们讲话不是自己凭自己想象出来的，知道吗？我们必须要依据经典里面有讲到的，我们不是拿来跟你们讲咯，就是跟他们的业有关系咯。因为世间上的东西啦，任何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到我们的生命啊，哦，会发生怎样呢？它一定有它的原因在里面的，知道吗？只是说，因为我们普通人呢，是没有办法去了解。是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个因缘罢了。每一样东西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啊，其实呢，都是跟我们的业有关系的，知道吗？跟我们的业有关系的。所以呢，有些是跟，虽然说佛陀讲不是每一个业一定会成熟，但是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业呢不会成熟啊。你们要清楚这一点，你们要了解这一点哦。不是说每一个业佛陀讲啊一定会成熟，不是，你要听清楚，不是每一个业呢不会成熟，过去所造的恶业不会成熟，会成熟的也是会成熟的，也不是每一个业呢不会成熟，或者是会成熟，不一定的，没有一个定论在里面的，OK，没有一个定论在里面的。所以过去我们所造的业，已经造过去已经造了的呢，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过去已成为过去了，哦，我们也不要去烦恼过去所造的身口意二业，造了就造了了，算了，对不对？现在佛法
真正的佛陀的教法呢，是要我们注重现在所造的业，现在所造的业很重要的，过去让它过去了。所以佛法呢，重点是在哪里？教我们注重现在的业，现在的业。OK，所以这个就是南传佛教的特点，南传佛教的教法的特点就是在这边。哦，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一业呢，我们要看重它，看重它。哦，因为我们也知道嘛，现在我们所造的业就是我们未来世的果嘛，是会影响到我们未来世的嘛。所以佛陀的教法呢，就是要我们把握住现在的所作所为，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让我们的生命会提升到，到圣者的境界。所以我们修行可以成果，就是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所造的这个业，会影响我们未来世的果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教法的关于这个业力的这个观点，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咯。OK，所以呢，我再继续跟大家讲。OK，关于到这个宿命论的。OK，宿命论的这一生所造的业肯定是很重要的，肯定是很重要的，它真的会影响我们未来世的。我们不要说下一世啦，我们说这一世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了，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了。这一世我们还没有死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造的善业，会给我们看到它的果报。我是最好一个的例子哦，啊，我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在这一世里面，我真的是感觉到，从我学佛了以后，我开始一直在提升我的善业了嘛，所以那些恶业我就停止，一直在停止，一直消减减减减减减啦。然后我们穿起袈裟了以后，我们在恶方面更加少，啊，穿起了袈裟，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条戒律嘛，所以这些戒律呢，就是协助到我们呢，不要去违反那些不善行哦。所以你说戒律好不好？戒律真的是很好的，你不了解，你会认为它是一种束缚，绑住你哦。但是呢，你对佛法有更深的了解，然后你去落实在生活中，你发现到，哦，原来这些戒律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真的是控制到我们哦，不会去造那些恶行哦。就好像国家法律嘛，我时常要用我们的这个业力观，佛教讲的这些戒律。其实跟我们国家法律、交通法律一样的，所以你看，国家法律或者是交通规则，我们去遵守的话，是不是每一条国家法律跟交通规则是不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得到平安，可以让我们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来。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是没有产生很多问题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有遵守国家法律或者是遵守交通规则的话，我们是不是感觉很好？所以你说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啊，对不对？它会让你的心没有起邪恶嘛，哦，它不会让你的心啊起贪嗔痴吧，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佛陀给我们留下给我们遵守的这些条规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单单这个五戒，我时常讲。单单这个佛教所讲的这五戒就够了。你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慧眼，你去审观世间的人，为什么世间啊这么不平安呢？就是人没有这五戒嘛。如果每一个人呐、啊、都有五戒的话呢，整个社会、整个家庭、整个国家就平安了的，还需要什么神啊、什么菩萨？不用了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会拜神啊，拜菩萨啊，拜神什么神什么神什么神啊，但是社会也没有平安呐、啊。你去监牢，你看去监牢里面，你去看很多那些都是犯五戒的人，对不对？今天我们没有犯这五戒，我们跟监牢没有关系的。你真正的去研究那些
被判坐监牢的，被判死刑的，他们就是犯了五戒，他们就是没有五戒。所以真正保得住我们大家可以和平共处在这个社会。社会呢，可以得到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大家可以活得很愉快的话呢，每个人要遵守五戒，不用拜，不用求，不用拜，不用求。但是有可能吗？我们可以把这个五戒呢传播给所有的人吗？不可能，不可能的话呢，那社会永远不会得到平安的，是不是？那你看最近九完元旦了，九完元旦，不知道在哪里，我看到一个新闻，哦。这么多人在游行，在打架，是吗？在吵架，在打架吗？是不是？神没有保佑吗？哦，这么多神下来，那时候九完元旦的时候，什么神都有下来人间吗？啊，没有救到人呢，他们还打架啊，吵架啊，对不对？这个是哪里？这个是问题在哪里？就是人的道德有问题，就是我们做人呐，道德有问题。就是因为道德有问题，所以社会不会平安。你拜不拜神不用紧的，只要你有道德，社会就平安了的。但是你看，大家都吃素啊，吃素啊，拜神啊，这边拜那边拜呀、啊，又吃素啊，但是没有平安呢、啊，会吵架，会打架啊，那没有口德啊，没有口德，对不对？哎，你吃素的嘞，你吃九晚夜斋的嘞。你没有口德嘞，会平安吗？会平安。很多人说吃素吃斋吃素是有慈悲的嘛，培养你的慈悲啊。但是你的慈悲在哪里？我们没有吃素的，我们还不会吵架，我们还不会骂人，知道吗？我们不吃素的，我们吃荤，九王爷我们都吃荤的，但是我们还有口德，我们不跟人家吵架，不揍人，不骂人。那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反而我们吃荤的还有慈悲，因为你会骂人，会揍人，对吗？啊，就是没有慈悲嘛，没有慈悲啊。那你说吃素吃斋有慈悲吗？但是你的慈悲在哪里？那个就是错误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南传佛教没有强调吃素吃斋，强调是要有口德，提升我们的口德，提升我们的口德才会让我们增长我们的善业。所以你看呢、啊，在经典里面呢、啊，在经典里面，我们也是看到，包括佛陀本身，他就是因为在他的过去世，因为犯了一个口恶业，得罪了大家谢佛，所以让他最后一生修行的时候，必须要面对6年的苦行，看到吗？这个典故，只是犯了一个口恶业罢了，去得罪。去得罪到那尊佛叫做噶萨巴布达啊，他就是得罪佛陀，所以让他最后一生呢修行呢遇到障碍咯，不能让他很快就成佛咯，所以他必须要修6年的苦行。所以这个6年的苦行啊，悉达多太子在修的时候是有他的原因的，那么他不会说没有原因的。如果我们没有去看经典的话，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为什么悉达多太子要修6年的苦行。所以我们看了经典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他过去是造了一个口恶业，得罪一尊佛罢了，搞来咯，不大咯，嘴巴吹，我们说嘴巴痒咯，乱乱去讲话了，不修口德吗？所以这个口德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受这个第四条戒，五戒之一，第四条这么重要，这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了解义力的话，我们没有了解佛法的话，我们不看重它的，我们不会看重的，所以乱乱骂，乱乱批评啊，乱乱污蔑啊。但是给自己带来这个业多么可怕，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世间上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哑巴的，或者是有些问题的，讲话沙哑，很多问题就是这个口德没有啊。
没有口德。我在地道我看到很多那些他的嘴巴生龙啊，生那个说生肿瘤啊，有一些舌头啊，哎呦，我看了我都给力了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在地道有没有看到这些，我看到这些，哎呦，给力到死了，有一些嘴巴没有一个洞在这边，一个洞在这边，裂红，有一些舌头啊，生瘤啊，哎呦，有一些刺都不能刺啊，有一些讲话都不能了。在地道我看到很多这些恶果，这个就是没有口德咯。我看到，我想应该这种人啊是没有口德咯，所以他现在得到这种的恶果咯。啊，所以你们没有了解佛法的业力哦，你们根本都不知道的。所以我时常讲啊，有很多东西啊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嘴巴收一收啊，对吗？少讲一些人家的东西啊，不管是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对吗？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少讲就对了，何必去造这个口而已。恶果得到的时候啊，自己要来碎你了，活该罢了，我只能讲活该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经哦，跟你们讲佛法，就是要给你们有智慧了解那些恶行，然后呢不要去做，不要去做，做了啦真的是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的。然后跟你们讲一些善事善行修行，一直要鼓励你们去做，为什么？因为你得到的果报对你是很好的。有很多人，哎呀，不要去听，不要去了解，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咯，是吧？像佛陀这样讲，佛陀讲的东西我们只是搬出来跟你们讲罢了，就是这样罢了，是不是？随你们啊，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去讲罢了。 OK， 所以在这边呢，我再继续给你们大家去了解什么叫做宿命论。 OK， 宿命论你们大家要清楚什么叫做宿命论。 OK，对，宿命论的业报呢，观点主张每个人现身的一切，包括人生的极意、人生的成就、人生的性相、人生的职数等等，完全都是由于过去生所造的业来决定的。若根据这观点，人生的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咯，因为命运早已注定，即使不努力也会达到注定达到的目标，即使努力也会达到注定达不到的目标啊，这个就是宿命论。所以佛陀呢完全反对宿命论，就是这样哦。宿命论呢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命的，你这样就是这样了的。但是佛陀的教法呢是不是这样的观点的。 OK， 所以为什么佛陀讲的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因为是无常的。 OK， 因为我时常讲了嘛，你身为一个佛教徒啊，如果你不了解无常啊，你做这个佛教徒真的是做到啊还是很愚痴哦真的，因为这是最基佛法最基本的教法来的。无常是最基本的佛法来的，就是因为无常啊，所以我们可以改变一切的。你今天看我不好啊，并不代表我永远不好的，那么你今天看我好啊，并不代表我是永远的好的，那么所以这个观点我们要清楚的嘛。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无常观，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面对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他的亲人哦离开他了以后，完成了以后，发生意外死了以后，哭到半死啊，痛苦到半死啊，哎呦，是不是一般上的人就是这样啊？没有无常观啊，没有参观就是这样的，东西失掉的时候啊，他就痛苦懊恼了，而且呢他要痛苦很久啊，要痛苦很久他才能慢慢的让时间慢慢的去淡化他的痛苦。哦，我看很多人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对无常啊非常的了解的，所以我们相信了哦，每一个人都会变化的，都会无常的哦，
他的生命到了，他死了啊、哦，没有办法咯。这种的人呢、啊，哦，他迟早罢了吗？我们是佛教是讲了，讲得很清楚嘛。你我的存在，只是无常一来，看谁先走罢了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吗？没有谁能可以控制的吗？你看佛陀，他80岁他就要面对这个死亡了嘛。所以呢，很多那些还没有觉悟的弟子们，包括阿难陀也是很伤心啊，也是很伤心嘛。哎呦，我们的导师要离开我们了，哎呦，很痛苦。只有阿罗汉没有痛苦罢了，啊，只有那些阿罗汉。在我们巴利金刚里面讲得很清楚，阿罗汉不会痛苦的，当然没有那种执着了的，所以你不要以为阿罗汉还会痛苦的、那么你就对阿罗汉不了解了，对吧？他们已经完全彻底的没有那种的污染的心了的、一点的执着都没有了的、他们也了解无常，很清楚的了解无常的，所以他面对佛陀他的导师要离开的时候，他们的心也是平等的，无贝嘎的，无贝嘎。所以我们修行啊，要修到最后，我们的心是无贝嘎，无贝嘎是平等心，舍心啊，北传讲是舍心。你的心呢，不在左，不在右，不在过去，不在未来，你的心就是在中间，什么东西你面对的，完全没有办法动摇你的心的，那种的心叫做什么心？把风吹不动的心啊，你可以吗？我们不可以，我们还没有修到阿罗汉的境界，我们的心啊，会随着八风吹来吹去啊，人家赞叹我，哇，我好像我飞蛾了，哇，整个人轻飘飘，哇，高兴到爽，高兴到哇，一直说安迪好啊，安迪好啊，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哇你好啊，哇你乖啊，哇你讲的，人家骂我们的时候，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人家讲我们的时候。哇，我们就讲到他一文不值了，对不对？讲到他狗血淋头了，对不对？你看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咯，哦，偏来偏去啦，看什么风吹来咯。所以我们的心还没有修到平等的心。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真正努力去修，好好去修，用佛法在你的生活上啊，你真的会看到你的心不会像普通人这么摇动了吗？如果你有禅修的话更好，如果你懂得禅修了，你的心啊会摇动啊，但是不会像普通人摇动的这么厉害啊。比如说人家骂我啊讲我啊，可能我会生气一下子哦，动一下了过后就没了，过后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啊。比如说我们试掉，比如说我这边也是很多很多信徒我很熟的嘛，哦，尤其是跟我们很熟的那些人呐、啊，哦，他们有一天他们也是会走的吗？他走的时候，哎，我的心会痛苦一下，啊，会痛苦一下，会伤心一下，但是一下子罢了，就没事了的，啊，很快我们的心呢就恢复正常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无常观，然后我们有修禅，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所以让我们的心呢没有这么容易被这些八风一直在吹来吹去，所以我们的心不被说摇动很厉害啦，摇动会摇动，但是不会说摇动到很厉害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现在出家人啊，我们怎样批评他，怎样骂他，我们不可以生气的。对啊，很多人啊看到我们出家人了、啊、哇，不可以贪这个，不可以贪那个，不可以生气，不可以怎样。哎，哎呦，他们以为我们出家人啊，一出家穿袈裟了啊，就是圆满了，知道吗？已经修行到很高的境界，所以我们一生气，我们一贪这个贪那个，哇，他说你看这个是假和尚了，又来骂我们假和尚了。哎呦，现在的人啊，很喜欢骂和尚啊，是假和尚的，真的，现在的人啊，哼，动不动就是骂假和尚，什么都是假的，够力吗？所以呢，你看啊，现在的人啊很可怕，他们的职位啊IQ零班的，乱乱骂人就对了，乱乱抢人的，
所以我现在真的要有佛法，要懂得修行啊，不然啊，你要穿袈裟走这条修行道路很难啊，越来越难走啊。现在这条路啊，修行的道路啊，出家的道路啊，越来越难走、啊，尤其是现在的现代的人啊，很多都对这个业力观、因果不了解的，所以他们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想骂什么就骂什么，想要批评就批评的，没有考虑后果是什么。啊，有一天啊，他时常这样骂和尚啊，迟早他骂到一个是阿罗汉的，迟早的喜欢骂和尚的人啊，迟早他被他骂到一个阿罗汉，那时他就够力了，可惜就高来了啦，骂到一个阿罗汉啊，骂到一个一果就够了，骂到一果生者啊，他一就高来了啊，一就爱去下二道去投生了。啊，所以不要开玩笑啊，各位，真的不要开玩笑。所以我们在不讲经说法给你们知道啊，哇，危险了。所以我们尽量讲哦，尽量提醒你们呐、啊，给你们的啊，不要给你们介绍那种，没有意义的恶业，懂吗？很多时候我们造那些恶业啊，是没有意义的，给薄啦，吹接啦，啊。吃饱无事做啊，爱自家去骂人、讲人、批评人啊，这个就是可怜吗？这种人可怜吗？你去念佛啦，啊，有闲的时啊，吃饱时啊，去念佛啦，无借钱嘛，去念佛啦，去念经啦，对不对？哎呀，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像我们有佛法的人啊，我们不敢，我们怕因果，所以我们不随便骂人的。我们不随便讲人的，听懂吗？这个对我们相信我们的业啊，所以我说了，一个人没有因果观的因果观念的人啊，他是无恶不作的，这种的人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什么恶他都敢做的啊。所以你说地狱怎么会空掉你啊？恶道怎么会空呢？不会空的。所以北传的那尊地藏王菩萨，他不用成佛了，他不用成佛了，他讲吗？地藏王菩萨讲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吗？对吗？你没有看到吗？这句诗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哦。哇，够厉害哦！这句话讲出去，他不用成佛了。世间上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这么多啦，他怎样去让他们全部去修行？全部去修解脱道，不可能的吗？对啊，所以地藏王菩萨不能成佛了啊，可怕啊！犯这种愿的人又不了解，以为这么容易度啊？你以为众生这么容易度啊？众生为什么这么难度？你懂吗？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众生为什么这么难度？你们有了解吗？那么众生这么难被教导去行善、去修行啊，去布施、去持戒啊，地藏王菩萨是谁啊？我不知道啊，北传佛教讲的，那北传佛教的他们讲嘛，他有一尊菩萨叫做地藏王菩萨嘛，他发这个愿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众生度尽，方登菩提哦，哇，伟大哦，很伟大。但是我以南传佛教的角度去看啊，这尊菩萨不用成道了啊，不用登菩提了啦，不用解悟了，没有办法的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众生这么难度，众生这么难被教导去行善、去布施、去修解脱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你问问你自己咯。你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你这么难去布施、行善、修行、修解脱套？你问问你自己啦，答案就在你身上吗？不用我给答案的，你自己都有答案了，在你身上找，是吧？是不是？啊，你自己为什么啊？为什么佛陀讲啊，众生难度嘞？你问问你自己哦。我们也是其中一个很难被度的一个人。还好我 还可以啦，我还听话一点啦，所以我还会出家修行。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习佛法要了解的道理，就是这个业力观。OK， 所以宿命论呢，啊，你不要说啊，拿宿命论来谈啊，佛教是完全反对宿命论的。OK， 啊，然后呢，佛陀曾在另一场合中提到，宿命论现身的一切由过往的所作来支配，天神主宰论现身的一切由天神所主宰，无因无缘论啊，这边就是很重要的。各位在这边啊，佛教呢就有排这几种的论。第一个呢，佛陀有排这的是什么？宿命论咯。宿命论讲的就是现身的一切由过往的所作来支配咯，啊，这个是佛教完全不认同。OK， 然后另外一种的论呢，叫做天神主宰论。OK， 现身的一切呢由天神所主宰啊，这个就是佛教完全不能认同的。OK， 所以佛教呢也是不接受天神主宰论。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嘛，一般的信仰呢都是由相信神来主宰一切的嘛。哦，佛陀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也是啊，那时候社会的人呢就是相信天神主宰他们的生命嘛，所以他们的出生在哪里都是由天神已经安排好的，所以他们就出生在哪里咯。 OK， 所以佛陀讲呢，我们的生命不是由天神来主宰的，所以佛陀呢就完全不接受这种的天神主宰论。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一般上的神教徒都是相信这个论啊，哦，都是接受天神主宰他的生命，所以呢有什么事情都是找天神啊，找神啊，啊，会来解决。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是无因无缘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现身的一切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偶然发生的啊，三种论说都对人没有益处，因为三种论说都否定或不重视个人现身的努力啊，所以佛教呢就否定这三种的论。 OK， 所以在这边呢给你们大家知道，无因无缘论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发生呢都没有因缘的，没有因缘的，它就是这样产生罢了，偶然的发生啊，佛教不认同。佛教都所讲的每一样东西发生一定有它的因缘在里面的，所以佛教讲的是缘生缘灭嘛，所有的东西产生都是靠种种的因缘，灭的时候也是靠种种的因缘灭的，所以缘生缘灭，这是佛教讲的。 OK， 所以这个缘哦，这个缘啊很重要的，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哦，所以呢今天你问我这样我很难跟你说，因为我看不到它里面的那个缘。所以如果你问我啊，曼蒂啊，这个我的母亲啊往生了以后啊，她现在大约会去哪里啊，因为她在生的时候啊，哇，她有时常去道场布施啊，然后有念经什么啊，她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天堂啊，哇，这个我就不敢讲了。你不要问我这些东西哦，没有人敢讲说她一定上天堂哦，我也不要开玩笑了，你们不了解佛法的话哦，你们说啊，是啊，哇，这样啊，他一定是天堂了，他一定上天界了的，但是呢，你知道吗？一个人啊，时常跑道场啊，念经啊，布施啊，你不要以为他不会往生恶道，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哦，出家人很多都往生恶道哦，死后都下恶道都有哦，啊，你们没有看到经典罢了，啊，我们出家人不够好没？啊，我们出家人啊。啊，有什么恶我们去做呢？一般上你们都会认为我们出家人不造恶了嘛，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我们会往生恶道，你说为什么我们会往生恶道？为什么啊？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原因吗？你们知道原因吗？不管你是在家也好，时常跑道场的布施啊，念经啊，持戒啊，吃素啊，放生那我们出家人啊也是啊，持戒啊，念经啊，早晚课做啊，什么善事都做啊，你说会不会往生恶道？你说会吗？会的打一不会的打二。会往生除了我说的是凡夫啊， OK， 我所讲的是凡夫， OK OK 啊，那些成道的我们不讲， OK， 我们现在谈的是凡夫啊，我们是凡夫出家人，凡夫在家人啊，你说会不会往生恶道？
啊，会往生就打一，不会往生打二。有他有修行，他有持戒，他有修行啊，他也是有修行，他没有乱来，他也是有做早晚课啦、念经啦，啊，他没有看到你没有没有，他有，他也是有修行，他也是有持戒，嗯，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了吗？你我没有成道的话呢，哦，四恶道呢还是跟我们有缘分的。对不对？四恶道呢？四恶道的门还没有关闭的啊！四恶道的门呢没有关闭的啊！为什么呢？我们你现在看我这样啊，哎，好修行啊，穿袈裟没有乱来啊！你问我的佛友看没有骂人啊？你要好好的，看起来这个门店很好修行，并不代表我一定不会往生恶道哦啊！道理很简单。对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污染的心，还有贪嗔痴，还有执着，所以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怕，我们会执着啊，所以我们怎样去往生上道？阿毗达摩南传佛教经典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不清净，起贪嗔痴，起执着心，完蛋，我们已经下恶道了。之前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吗？和尚死后制作一件袈裟，然后去做一只虫回来啊，有吗？记得吗？那个故事好像上个星期还是前一个星期我才跟你们讲那个故事罢了。他最后一刻他就起那个制作心罢了，制作他的袈裟，因为他还没有成道，所以他马上就下畜生道做一只虫回来粘住他的袈裟。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今天是啊，没有乱乱来，我有持戒啊，我有吃素啊，我有放生啊，我有做好事啊啊！你不要以为你被往生三恶道哦，除非你是一果罗汉圣者啦，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啦，那180你不会下啦。但是还是凡夫的话，我相信每个人到面对这个死亡来的时候，这个无常来的时候，我看每个人都会怕。普通人一定会怕的，你不要跟我说不会怕啊！你不要跟我说你普通人啊不会怕，我看案例啊，之前我看几个案例啊，很会怕，是布施啊，布施者来的，只会布施啊，哪里法会哪里出现的，每一间道场他都会去的啊，那只要他知道哪一间道场有出家人，哪一间道场有法会，他一定去的，所以每一个法会啊。每一个法会我都会看到他的，他只会布施罢了，他没有听经，他没有静坐的。然后呢，前一阵子我听另外一个佛友讲，那个安迪走了，拜拜了啊，死了，才最近罢了。我是他听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安迪，有时来我这边的，他来跟我讲那个他的朋友我认识的啊，回家了啊，往生了。然后呢，他也跟我分享这个安迪啊，哎呦，他说啊，我会恶阿尼姑啊，世事啊，不坎坷啊。啊，我听到什么安迪？你为什么你讲那个安迪？安迪很会跑道场的，我跟他讲很会布施的。他说曼迪，你不知道啊，他要死的时候啊，他很紧，他不要走啊，他放不下，他不甘愿啊。他说他有很多东西要做啊。啊，舍不得死啊，他中癌症，哇，亲身中癌症，很痛苦，医生说不能了的啊，等时间罢了。但是这个安迪啊，他说啊，哎呦，跟他讲啊，他不要走啊，放不下，怕，还要，他说他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完啊。哎呦，这个安迪听了，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都摇头了。哎呦，学佛学到最后啊，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放下的，那布施啊，跑道场啊，普通人是这样的，凡夫就是这样的，还没有还这个机缘还没有来的时候啦，无常还没有来的时候啊，你以为自己修行很好的，以为自己啊，哇哇，学佛学到很好的境界，一来的时候，你看他讲。
苦恼啊，心不清净啊，心啊乱啊。如果以阿毗达摩来说，这种的人啊，你说他会去善道吗？所以我是这样讲，实际上肯定没有修禅的，又没有佛闻法的，我没有看他来听经的，他会做布施罢了，只会做布施，没有闻法，没有修禅的。所以我讲哦，你不会去做那种善事，你不会去修行，你不会修解脱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听闻佛法，你没有去听我们讲课，你没有去研究经典，所以你不知道有这种的善事你要去做，你不知道有这条解脱道，所以你就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听闻，你没有研究经典吗？所以你只会布施，到时候得到的是什么？还是烦恼，还是苦恼。所以这种的人，你说啦，他会往生善道吗？不可能的。这是阿毗达摩讲啦，我看到这部经有讲到啦，带着污染的心、不善的心啊，你不用想你去往生善道。所以你说啊，这个出家人啊，包括出家人啊，如果他在死的时候呢，他也是有这样的心啊，你说他会往生善道吗？一样的，他不会往生善道的。所以这个心很重要的。所以我时常讲咯，你会布施，你不懂得修，对不对？到最后你要用什么身体来享受你的福报呢？你说，你要用什么身体来享受你的福报，对不对？啊，所以没有办法咯。所以不珍惜的人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吗？所以各位，我只是跟你们分享罢了啦，哦，给你们知道啦，哦，所以你们的命运呢是由你们自己去决定啦。所以在这边呢，我就是给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佛教呢是重视我们现在的精进努力，在行善，在修行，这个是我要强调的，这个是佛教也一直在强调的。所以佛教呢，主要的是看重我们现在的精进力。在行善方面，在修行方面，虽然说我们不可肯定说我们现在的精进努力，会有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会得到它的果报，这个你也不要去想它，完全你不可以去想，所以你只能做的是什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这样罢了。OK， 所以呢，我希望说你们把握住你们现在做人的因缘，好好珍惜你们现在拥有的生命，剩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还剩下多少，只要我们还活一天，我们就善用一天的生命，在善方面，在修行方面去提升它，去提升。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精进的努力去布施，你们要把握住了，要把握住啊，去布施了，然后没有戒持的不好，你们要去提升了，要好好多花你的精进的努力去守好你的戒啊。然后呢，在禅修方面，没有做静坐的，没有禅修的，现在要去提升了，要去提升了。你没有静坐啊，你没有这个禅修，我告诉你啊，你死的时候啊，要死的时候你会很辛苦的。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心的时候啊，你就改了。你不相信是吗？你现在等一下啊，下播了以后你去静坐，你去做15分钟，看你能做吗？如果15分钟里面你坐下去，你还哇哇哇哇不能想，你死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真的是一样的，你现在啊，你都不能控制你的心了啦。那么当你有一天面对这个无常的时候，来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完了，你会啊？不是开玩笑的，我是跟你讲真话。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现在的心啊，能不能静啊？还是很多哇，执着这个，想东想西，烦恼这个，烦恼那个，你不要死哦，一死你就完了。你现在还不好好修
还不好好去训练你自己可以控制你这个翔，你死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你一定完蛋，所以你要往生善道难哦。所以我时常讲了嘛，你有静坐，你有禅修，你什么善事啊，那个是次要，静坐禅修啊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强调，从我开直播到现在，你一直有听我在开直播讲课，你一直有听到我一直强调禅修禅修禅修。你不珍惜现在你的现在做人的因缘，你不知道你的生命几时结束。要记得哦，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哦，无常的哦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哦啊，过去的恶业熟我们就拜拜了的。所以你不要想说我还有明天，还有明天哦。Tomorrow never die. Our life will die maybe tomorrow. 听懂吗？听懂吗？我们的不要说明天，明天是没有没完没了的明天，但是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明天就结束了。那时你要修行啊，难咯，下恶道了咯，不懂得控制你的心，你下恶道了咯，死的时候。所以不要开玩笑 ，OK， 时间到了，今晚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今晚说我的今晚的这个佛法分享呢，可以启发你那颗心，可以再提升你的修行，提升你的道德，提升你的定力，提升你的智慧。啊，希望呢可以帮助到你啊。所以还没有做那些善事，刚才我讲的你们要精进努力了。生命不多了啦，生命不多了了啊，要珍惜啊，不珍惜，到时不要哭啊，不要哭哦，OK， 时间到了 ，OK， 拜拜。现在我们来回向了，该讲的已经讲了，再讲下去就时间过去了。好，现在我们有这个实体佛学班，就是来临的星期四。所以如果你们住在槟城的话，有机会想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实体佛学班的话，一起来做这件善事啊！所以这种的善事很重要的哦，我们一起做嘛，共修的力量很强大的，你帮助我，我帮助你，所以大家一起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提升我们的善业啦。 OK， 所以如果你们住在槟城，想要参加我这个实体佛学班，你们欢迎你们过来。 OK，那么如果你们想要来提升你们的福报，那么你们就可以来我这边做早餐供养跟午餐供养了，7:30和11:45啊，这个是来做这个早午餐供养呢，是给你们一个机缘来提升你们的福报，增加你们福报的力量，让你们呢这个福报呢的力量协助你们呢在行善方面修行方面呢没有任何的障碍啦，让你们可以顺顺利利的去走完你们这个人生的道路，修行的道路，成道的道路。 OK， 所以福报呢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朝圣记得开播啊，那个是下个月啊，我去印度朝圣是下个月12月1号开始我带团去朝圣。 OK， 然后呢那个去尼泊尔呢参加那个共生法会的那个是11月23号我就带团出国了，下个月11月23号我就出国，一直到12月15号之中呢就没有直播啦，因为累了嘛，可能忙啦，所以再去朝拜这些圣地的时候，如果有网线我就开直播咯，没有网线就没有办法。 OK， 佛学班在槟城哪里啊？在这个日本花园有吗？青草巷日本花园那边啊， Greenland 啊，如果你要清楚了解那个 location 的话，你联络我啦，用我的 WhatsApp 联络我啊，我的电话号码是0176833442，你用 WhatsApp 联络我，我就可以给你那个地址。 OK 啊，讲到这个早午餐。 OK， 早午餐你们要来做来做啦。 OK， 我们的门已经开住了，所以你来做的话呢也是帮助到我，给我生命，吃了你们的早午餐，我的生命还可以继续活下去嘛，对吧？所以你来布施给我，其实你是给我的生命继续活下来嘛。OK，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诵念这句诗句，然后呢，过后我们
来发愿跟回向。OK， 四日已过，命欲随减，如少随意，是有何乐？伊达弥达曼萨万南阿萨瓦开呀瓦罕诃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伊达弥达南利巴那萨巴迦哟诃多，以我布施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伊达弥悉兰玛嘎巴拉亚那萨巴迦哟诃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伊达弥本央阿萨瓦卡亚瓦罕诃多，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获得大自在。吉兰提达多萨达摩达弥昏多萨嘎达瓦萨贝比萨达，愿正法久住，愿一切众生向法致敬。伊米那本央嘎米那玛贝巴拉萨玛嘎波萨丹萨玛嘎波诃多，亚瓦迪巴那巴迪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愿我永远不异于之人，常益善之事，直到体证涅槃。伊玛诺本亚巴甘萨巴萨达南迪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萨比萨达苏提昏多，愿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伊达美亚迪南诃多苏提达昏多尼达哟。伊达诺亚帝南诃多苏吉达昏多尼达哟，伊达波亚帝南诃多苏吉达昏多尼达哟，伊达瓦达迦阿弥依三巴当本雅三巴当萨贝迪瓦萨贝萨达萨贝布达阿诺布丹多萨巴三巴迪悉提亚，以此获得积累积的功德，回向以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生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萨度萨度萨度、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雅塔玛诺塔玛巴蒂巴蒂亚不贪不借米，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即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亚达曼波杰米，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即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亚桑堪波杰米，礼敬僧伽，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即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亚玛达毗多难波杰米，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即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雅达玛诺达玛巴蒂巴蒂亚阿迦利亚难波杰米，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即向涅槃。礼敬一拜。啊，接下来呢，请接受曼蒂的祝福啊，曼蒂来给你们一个祝福。萨比迪尔比瓦赞多萨巴罗格比那萨多玛蒂巴瓦班达拉哟，苏基迪卡尤格巴瓦比瓦达那西迪萨尼扎摩达巴扎伊诺扎扎罗。达玛瓦坦提阿尤万诺尔苏康巴朗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甘多萨巴迪瓦达萨巴布达诺巴贝那萨达斯提巴万多提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甘多萨巴迪瓦达萨巴达玛诺巴贝那萨达斯提巴万多提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甘多萨巴迪瓦达萨巴桑卡努巴贝那萨达斯提巴万多提萨杜萨杜萨杜。OK， 各位佛友啊，曼蒂要跟你们大家说声晚安了。在还没有说晚安之前呢，曼蒂再次的感恩你们大家花出你们的宝贵时间来看曼蒂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也无形中呢也支持到曼蒂呢这个直播佛法的顺直播佛法分享呢顺利完成。
满帝将满帝今晚的这个弘法利生所累积到的功德呢，与你们大家分享。愿我的功德呢，协助你们早日得到圣者的智慧、圣者的境界，修行没有障碍，早日脱离生死轮回之苦。各位佛友，大家晚安，我们下个直播再见。